上阿进，
刚刚把它洗左右，然后后面有个片儿。后边的那片儿出来了。片量一下，拿个片儿，正好。灯头刷了。如果进不去，可以用锤子砸一下。反过来。放上那个螺丝。然后开始上火越多。把火炬罩取下来。然后把灯泡放在灯座的正中间。先把螺丝松开。这样转过来的，这样再上，我俩还能上吗？行。然后往里面放的时候，注意不要挤到线，看一下线是不是有没有被挤到，然后把线呀。火炬这个下面这个槽里面，然后开始上固定螺丝，然后上五个螺丝。
放粉色。然后接上地面的线，一般留的线比较长，你可以把它截短一些，然后不要让它磨损，然后接上线，红的接红的。然后用纸张胶带把它包起来，放在里面，然后把电源线取开，插两个，好了，取开，然后拿带的五个的内六角，然后从这孔中插进去。然后逆时针方向把线路松开，好，整个安装就完毕。